忽远又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想眯着半天美，阅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宠爱